Yo, hello NDB, it's Marvelous, it's McTerra, it's Ibo Ray, it's Shiz. Hey, hey. 等我正在地里中心军歌，玻璃水，跟我几个拜拜兄弟军歌，玻璃水。开始吗？我们先喝一哦，我们先喝一。这一差这一差，不一定，但是他不是多，他不是多差，他不是多差，他饿饿，好饿，多多这多这多，4%多差。为什么？这硬的，这硬的。 你喝得出来那种软软的口感跟硬感，这一定是这样。我们先确认一下，第三个嘛，第三很甜。我跟你讲，多差水，U差，玻璃水。等下不一定，等下。我再试一下，相信我。等下，同意一下答案。三号，三号绝对是我们的水。我觉得三号水，恭喜答对。没错，喝水我们是有研究的，好不好？喝水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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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的是，反正就是我们在拍之前，我们都会看一下我们气象，普里地区100%落暑雨，你知道吗？落暑雨就是下雨。导演也想好雨备啊，什么都想好了，然后我们就到现场，天气阴阴的，下雨，我想说好险，至少就可能小小飘一点点雨，那还好。然后我们在开拍前，我们就是会有拜拜的动作，来正面拜，左边，右边。哎，右边，哎，暖完拜完之后，我们就在心里祈祷说，希望我们就是保佑我们天气不要太差，然后至少可以让我们顺利拍完成这样子。然后你就听到那个他们的抠机，对，抠机怪怪屁股上的抠机，然后就一拜完，拜完，哇，乌云密布，直接乌云见日，直接大太阳，整天没有下半毛雨。超热，疙瘩一滴雨都没下，还给我超热，太阳超大，这样真的。谢谢普里三神，谢谢普里三神，谢谢普里真是众神啊！再分配一下你们要的段落，一个人三句。好，那你先，然后换我。谢谢谢谢，我觉得前面三句最简单。哎，对你前三，然后好，因为我走到最慢，我走到最慢，然后你后面。好，好，黑化肥发灰，灰化肥发黑。黑化肥发灰，灰挥发灰化肥挥发挥发黑。黑化肥挥发发灰挥发肥灰化肥肥。哈！恭喜可以可以。黑化肥发灰，灰化肥发黑，黑化肥发灰会挥发，灰化肥挥发挥发黑。黑化肥挥发发灰挥发肥，灰化肥挥发发黑会飞花。黑灰化肥会挥发，发灰黑会为花肥，灰黑化肥会挥发，发黑灰为会飞花。99其实是我们从国中就一直开始玩的一个游戏，但是它是比较内梗的游戏，因为很少人有玩过。中南部吧，对对对，对，它其实是就拿一个碗弓，然后里面有两颗骰子，然后骰出来两个点数加在一起，如果是七点，你可以再就是加九，在弓杯里面加九，加九，你要加桌上任何酒任何饮料都可以。对，然后到八的话基本上是减，就是怕喝太多的话，你可以把酒减掉。但是我们没有在减。对，我们的玩狂了，骰到八你也是可以加。对，那就是说骰到九，那你就是要把那一壶喝掉。喝掉。所以通常是两人一组，因为我们都拿那个真的是冰桶，冰桶的，对，四回转五指定这种概念分享给大家，这非常好玩。那也是就是跟亚比还有剧合作的一个，我觉得那时候算是那个时期我们自己很满意的一个作品。没错，对，反正分享给各位，七加半99，再酷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喝了，三二一，爬奶，宝贝，狐狸，狐狸，你们都没有，我以为你们讲狐狸。我想说趴烂呢，我觉得跑了。趴烂是什么？趴烂啊！今晚上趴到烂啊！趴烂说跑了啊！我都行。狐狸这么简单的已经烂水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，来啊！对对对对，在捷运上下班时间。哦，好了，我知道了。二一，好挤。我说，我们先用这一招，我们就是。我先讲了，你就。我先讲，就好挤这样子。一喝好三，快讲出来啊！你讲出来，三二一，
嘻哈。对的，对的，对。呵呵哦。哎，我有了，我有了，我有了。呵呵，嘿，呵呵哦，嘿。三二一，发疯。发疯吧，好吗？对。简单，简单，最简单的。真的吗？是我想的那个吗？最简单，最简单的。三二一，可乐。可乐，我们两个都可乐。对对对对。我说科隆啊，科隆太难了吧？太难，难一点的白痴了。没想到可乐了。对啊。不能骂脏，不能讲脏话。我们只想到呀。三二一，妈。就是这个最有默契，是不是？对啊，简单，直接联想啊。好，最后题喽。好。不可以骂脏话。好。哦，这是真的不能骂脏话吗？好。好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对对对对。你会啊，你会啊。卡宝贝，真的，我很有信心呢。我不知道，我说看吧，我说拷贝啊，拷贝，对啊，拷贝太难了啦，不能骂脏话啊，你拷贝，对啊，我 copy 拷贝。台中场刚结束，那我们接下来高雄场必定加开，必定加开，但是什么时候？对，然后下半年 Yappy 跟 True 的个人 EP 也会敬请期待，敬请期待一下。对 对, 对。然后我们接下来一些合作的单曲，我们自己的单曲，对，陆续好不好？跟大家见面的。那但是专辑要再久等，好不好？对，对专辑慢慢来、啊，慢慢来，给你们最好的货、啊。没错。嗯，马里边，谢谢 MV。我刚刚其实是要讲好记啦，对，然后我要好记，刚好这个是好，刚好这个是好的。你知道我想那个是怎样？喝酒。喝酒。